当我第一次见到陈友炳老师的作品的时候，我非常惊讶的是，在他的作品里面，我们看到了一个中国以中国这个传统媒材为主轴的一个创作方式，而且又融合了现在在这个21世纪文明的时候所必须要那个融合的这种西方思潮，所以在中西融合上面呢，我认为陈友炳老师看他的创作面是十分开阔的。那现在后来我发现呢，陈老师他基本上他不谈传统，可是他并不是扬弃传统，他更把它升华为他认为他的作品是正统。正统和传统有什么不一样？那陈老师认为他的正统仍然是保持了中国的笔墨精神，而笔墨精神不一定要受到古代的束缚，而是把这个精神一直延续到现在，也就是石涛所说的笔墨随当代。另外他还有一个观念，就是所谓的我们常常讲返璞归真，陈老师又有他的新的看法，他认为叫做返本归真，把任何的创作元素都回归到最原始的本质。那么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就是陈老师不论他是用何种方法何种观念创作，基本上他是有很深厚的基本功。